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你说我们是塑料级的吗？镜头怎么会就是对？还在播。我今天呢就要来开箱。哎，飞速只有356，怎么那么可怜呢？你不要讲出来，没有人知道哦。好了，3000了哦，看错了，其实都看得到。好，对，大家也听到了一个声音串出来，就是一个比较虚弱的声音。来，掌声欢迎任容萱。那我爸妈有没有看？希望我妈会觉得说，哇，我怎么那么会生，两个女儿都那么漂亮。剩下最后十组，老弟没人啦。过年期间，过年期间很多人都来社群里面玩，其中有一些呢是现在正在考高中的学生，所以大概落在14、15岁左右那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放了 SHE 的歌，然后就讲到 SHE 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小妹妹就说 SHE 是什么，然后我就在底下回饼干。他说：“哦，原来 SHE 是个饼干品牌啊！你把我当 Oreo 了是不是？我是 SHE， 你把我当 Oreo，SHE Rio，Cereal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在我们社群里面呢，SHE 就代称为饼干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你说我们是塑料节目的话，镜头怎么会就是对？怎么会被他们开？还在播。在播，那你为什么不关掉？我不是说拜拜了吗？这样装得很累耶。对啊。